在追求向前进的道路上，制约群众的一大困难就是轮胎坏了，如何换轮胎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同志，没有轮胎便不能上路，只有积极的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种植有机轮胎，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，安全出行。好，同志，如何才能换得轮胎？换轮胎要先种出有机轮胎，这需要十个月时间。十个月？为何需要如此之久？伟大的大地母亲十月怀胎，而这十月又分为三个阶段。三个阶段？没错，三个阶段。备孕期，健壮的轮胎种子才能延续优良的基因，挑选一个泥土散发芬芳的良辰吉日，敢想敢做，要拿起铁锹做刀枪，在大地母亲体内种下一颗轮胎种子。孕育期，从轮胎种子着床到生产，轮胎宝宝逐渐长大，要为它除草、施肥、浇水，补充营养，营养不够，它会长成自行车的细轮胎；营养过剩，它又会长成挖掘机的粗轮胎。如果担心胎位不正等情况，要及时早请有经验的医生前来协助观察，确保胎位正常。生育期，经过人民群众的悉心栽培，轮胎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来到这个世界了，是时候迎接伟大的诞生了。十个月来的成败在此一举，有机轮胎此时被孕育完成。它是明天的太阳，它是胜利的果实。